空一句话，我是乌贼，欢迎来到百灵推荐好书，说书的是你。身为动漫迷的我，虽然热爱二次元的事物，也不要忘记要介绍一些东西给坐在电脑前观看的观众朋友，那就是和观众一起领便当。不，当然不是。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一部很夯的动画？啊，搞错了，那是我在看的，是这部《暗杀教室》。至于《暗杀教室》和今天要推荐的书有什么关系呢？想必知道这部动画的观众朋友大概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。没错，就是二十马赫。不对啊，是教育。这次要介绍的书《第五十六号教室的奇迹》，这是一个美国学校老师雷夫·艾斯奎在小学任教的故事。在他的教室里，让自然课不再是紧盯着老师手中的本，也不是把抽象的反应式抄在笔记本上，而是在实验室里摸索各式各样的化学药剂。社会课不再是反复背诵着地名、或人名，而是到世界各地参观、当场了解。艺术表演课不再是上面播影片，下面睡着，谁叫你们睡的啦？而是借阅影片回家观看，带回学校分享给同学，甚至是做戏服来配乐，与莎士比亚的影子。等等，不是这个啊，这是歌剧魅影啊。在这五十六号教室，学习不再枯燥乏味，而是吸引人的。雷夫·艾斯奎虽任教于美国落后的地方小学，但他的热情带动了这间五十六号教室成为了奇迹。在美国，读书并不是必要的东西，但在华人的世界，读书只是为了一张文凭和未来那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。用填鸭的记忆考高分，就算是自己喜欢的科目，在压力和考试之下，也不再抱持着读书的热情。正因为此，各个学校，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，都被名为翻转教育的教学方式所吸引。而台湾也有许多人正在做这件事，像是引进这套教育的台大电机系叶秉承教授，知名补习班老师陈雀。我没有打广告，我根本没有上过他的课。彰化鹿鸣国中王志朗老师，他有让这套教育发扬光大的南投爽文国中王伟忠老师，他是王正中老师。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像是为了培育人才不惜花光身上积蓄的朱学恒，他的教育甚至使家长都想变成小学生一起上课。这些好书不仅改变了书中的孩子和我，我不仅感受到这些人的热情和执着，更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感动。我深深的记得那个国小低年级时常鼓励我的班级导师，那个国中七年级拍桌大骂爱丢本命的数学老师，那个高中一年级指导我的英语。